糯米鸡。我现在录视频开始说话了。外面这个是荷叶，里面就和那种粽子有点像，就像那种咸粽子。二两土味的。吃的还像那个便利店卖的那个饭团，感觉一样的。里面有香菇，还有鸡肉。我忘记说了，这是我从超市买的，就买的那种速冻的，回来放锅里蒸了一下。我在想说话会不会上瘾。